汲取自然精华，破解市场密码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股斜波策略分享。今天是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周日，我是主持人斜波哥，简称波哥。本节目以分享斜波策略为主，请大家先花一秒钟时间点击订阅键。节目结束前。 请不要忘记点赞。我们先看一下大盘，SPY 和 QQQ。SPY 上周五创出历史新高，随后小幅回撤。从这个一小时斜波图上看，这个斜波并没有完成。周一如果继续上行的话，要注意前方反转区418.95至420.25区间可能的反转。 下周有大量重量级公司财报，前半周如果不能继续向上突破，可以用高位震荡行情策略处理，在震荡区间高抛低吸。要注意的是，最近一个月的急速上涨，对于良好季报的预期已经 priced in。如果跌破震荡区间，则及时离场。QQQ 四小时斜波，经过上周一、周二两天的下跌。 已经反转，目前在高位震荡，跌破震荡区间，则看斜波反转目标三百二十五点五五位置。比特币斜波哥没有实时的周末行情，暂且用这个图。比特币在周末形成了一个收敛的三角形，等待二十平均移动线下来后，走出新的方向。如果能强力反转。 向上目标五万四千五百二十二，破位后的下行目标是四万四千一百八十六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些个股的斜波分析。ARKQ，方舟基金的自动化和机器人 ETF，股价在底部形成两个斜波，可上可下。 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收敛的三角形盘整，下周可以关注上方趋势线，如果突破的话，走粉色深色斜波的概率比较大，目标反转区九十三点七八。P T O M Peloton 一小时斜波，可望 C 点反转，目标一百零七至一百零八，A 点下方可作为止损位。 g r w g g r o w Generation，高速成长的大马股，四小时斜波在关键点位有反转迹象，下周如果继续上行，可以确认反转，目标六十三点一三至七十二点七八区间。最近很多大马股在经历大幅下挫后，有企稳迹象，我们再来看一下龙头股。 C G C C G C 四小时斜波在反转区有反转迹象，下周可以关注反转区上沿二十七点六七位置上行目标位三十点四七，如果再次下行不跌破周四低点，第一目标位仍然有效。V U Z I 一小时蝴蝶斜波已经完成反转。 有望继续上行至第一目标位二十四点七五，第二目标二十七点六九。x p y 高成长的云上的房地产公司，四小时图连续两个斜波，上周有明显反转，可以及时介入。反转第一目标位四十二点一一。TME。 腾讯音乐自一个月前大跌后探底成功，四小时斜波反转，接下来两个目标是二十点零二和二十二点八五，中线目标可以看日图，在二十四至三十区间。好了，以上是斜波哥今天的节目，对斜波策略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。 我会尽量回答你们的问题。喜欢本期节目的朋友们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